鬼啊！我还没有讲出来你的关键字。我的关键字是什么？拯救是不是忘词了？我忘了，忘了，应该要卡。很久之前，大家被下了一个诅咒，只要说到关键字，那个人就会有相对的反应，像是蜜大腿。像是先不要。像是阿咪。这也算了。想要破解这个诅咒，就要找回传说中的 Air Ball。又有一个新的人物，要我跟着救者友联盟一起去找 Air Ball。我看到我们集合的地点就是在这里，但我没有看到任何的复仇者联盟。喂，局长，你台词就错了。我还没有讲出来你的关键字。我的关键字是什么？拯救。马达巴嘎，马达巴嘎，马达巴嘎，马达巴嘎。是不是忘词了？我忘了，忘了。应该要卡。应该要闹。活了，没有卡，没有卡。好了，鸡兔哥要卡就给他卡。继续演啊，继续演啊。哎，最近太好玩了，很好笑哎，很好笑啊，很好笑的，不要太笑。对啊，那你都鸡兔了。哇，好帅耶！他好重要。哇哇，在看什么？对，在找什么？秀又有一个新的任务，要我跟着救这人联盟一起去找 Air Ball。看到我们集合的地点都是在这里，但是我没有看到任何的一个 adventure。因为你眼睛遮起来了，当然看不到。我出来来支援你，拯救大家的。Motherfucker, motherfucker, motherfucker！你好。你的关键字不会是忍住大家？马达巴嘎，马达巴嘎，马达巴嘎！他在讲什么？拯救！马达巴嘎，马达巴嘎！不要再玩这些关键字啊！哎，等一下，你是不是黑豹？他是河豚。瓦干达佛拉巴！干达！你看得出来就好了，提出来干什么？不就肚子变大了一点吗？不只是变大，是你还变白。最近用了一个美白系列的产品了。哎呀，可以。黑豹，马上！瓦干达，瓦干达佛拉巴。他会冷哦。什么东西？黑豹会冷？不要随便随便讲出来黑豹，我就。黑豹，瓦干达佛拉巴。我们要演多久？哎，有眼睛了，黑角，哎，有眼睛，他演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再玩这些东西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就是要取走。我还没玩够，妈的八公，你把腿掉。拯救，妈的八干，妈的八，不要再玩了啦！好，再玩就是要玩到天黑了。再玩下去真的是天会黑，那已经黑了，快要天亮了哈。啊，对对对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我们要去那里找这些 Air Ball， 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我们瓦干达的公主，
我妹妹，她知道。我看的公主的，你的妹妹。哥哥，谁叫我？哎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我是苏丽兹，苏丽兹，苏丽兹。是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一起唱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苏丽，先掌声鼓励鼓励一下嘛。等一下，这个是你，好像好像，这是你的妹妹。我妹妹，我们瓦干达的妹妹公主长得这么漂亮，一点都不像。你看，她那么白，那么黑。啊，我最近在台北生活了，比较少在晒太阳，比较少一点。那我们要去哪里找这些 air ball 呢？ air ball 的啊，我知道你要找什么，那个东西我当然知道在哪里。你知道 air ball 在哪里？我知道啊。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意思？不好意思， air ball 就是我的关键字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It's my time。好痛苦。最后回拨电话已过了几周，气氛太凝重，不说也能够猜透。我以为自由能让你多些停留，才发现寂寞在原地等候。 It's okay, just play。全世界最好玩的就听两个黑人在聊天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最大的责任是芝芝，因为歌名叫 Air Ball， 所以搞了一个这个剧。Air Ball 也是这一生当中第一次，是有人说他皮肤白，好难得哦。对，对不对？你也是他妹妹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太好，了，谢谢两位大哥。对呀，谢谢杜毅老师，芝芝唱歌好听吧？
非常非常好听。其实我之前有看到上那个唱歌比赛的节目，对啊，那时候我觉得他应该是得到第一名。哦，对，后面的后面。对，眼睛哦，这蒙蒙起来会很累，对不对？很累，很累。你可以换另外一边，你换另外一边看。另外一只眼睛可以舒服一点，对呀，你穿这套衣服完全不违和，很好看，变 muscle 你知道吗？很壮哎，风大哥，你要买回去，真的，你的意思，而且在往腰部底下肌突的这么严重，哦，很好看，好羡慕你呢，紧身衣，意大利，不要羡慕了，真的让我们大家感受到演艺圈里面您的贡献太大了。